来，您现在看到这个是越南的高速公路，在越南的街上啊，只要你有看到这个直立很又挺直的，这个就是叫做游牧树，然后也可以简称为高速公路，因为长得很高直挺。这在法国时代种到现在有100年以上哦。每一棵树都有编号哦，编号保护。